人体与自性是什么关系？自性可以不理臭皮囊吗？目前还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需要这个设备，合作愉快就好。我们这个身体现在我们需要借用它，借用它去认识自性，因为我们现在对自性的了解还不够透彻。那我了解透彻了，我彻底明了了，是不是可以不要了？好，那倒不必。为什么不必啊？因为自性遍一切处，善用一切因缘，用这个身体可以更好的去利益众生，只是不再执着于它。